我爸他要我搬回去跟他一起住，那很好啊，为什么不？嗯，这个来得太突然了嘛，而且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还是免不了会想起过去的种种。我想我的心情没有办法调试得这么快，那就慢慢来嘛。妈，猪妈妈，我想你爸一定能理解你这种想法的。妈，今天怎么没有空陪过来？我去拜访客户，顺便绕过来看看。猪妈妈，你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是不是没睡好？啊，没有啊。刚才听到你们讲的话，想到一些以前的事。你在想什么啊？没什么了。依依呢？我忽然想到，今天是我一个老客户的生日，帮我包一把玫瑰花吧。哦。好啊，好啊，等我啊，猪妈妈，玫瑰花代表爱情，送顾客这样好吗？哎，他们之间呐，一向都是送红玫瑰的。哦，永刚，又到了我们第一次约会的纪念日。 我还记得以前，每到这一天，你都会像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，送我一大束红玫瑰。今年的这一天，我还是替你买了一大束红玫瑰送自己。这是我替你买的第八束红玫瑰，不知道你算过了没有？哎，我的花！ 神经病啊你！推什么推啊？你把永刚的花给踩扁了。办公大楼你捧什么花？啊？大白天还在做春梦啊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了？我碍什么事管花关你什么事啊？赔我的花钱。赔你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刚刚摸我屁股的时候，我还没跟你要钱呢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跟你计较了。看你这个欧巴桑，哼！等一下。 小杂毛！哇靠！你有，你有，你有！哇，贵妇人，这个厉害啊！你的鞋还真会飞。 灰姑娘的玻璃鞋终于物归原主了，不管这个花是谁送给你的，她都很羡慕。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我一定又在做梦。 是你回来送我花吗？ 去别的地方，拿回去做干燥花。
这样停车啊？那他不知道这里是公车专用区吗？好一点没有啊？来，我送你一束红玫瑰。不要再生气了，你看你一副狱卒的表情跟你的气质不合。拜拜。我也不认识。哇，你什么时候走的桃花运呢？哎，妈，你又来煮糖吃给我吃了哈。妈，你怎么啦？跟你讲又不理我。没有啦，我在想别的事情，没听见你跟我说话。你抱着玫瑰花在发什么呆啊？你该不会是突发奇想，创造什么新食谱了吧？糖醋玫瑰鱼，耶！光听名字就很恶心哎。哎，你该真的不会用玫瑰花来煮菜吧？哎呦，我哪有那么前卫呀？做 SPA 做到菜里来了。好了好了，来，去帮我把它插起来啊。小心。哎，记得哦，我糖醋要甜一点。知道啦。那个人不可能是永刚啊，可是又长得这么像永刚，而且除了永刚在今天送我红玫瑰的。嫩嫩，你刚刚在帮谁插花？那种红玫瑰啊，好大朵，在哪买的？我不晓得，我妈咯，她叫我插的。这种玫瑰的品种我认识，叫做坡霸玫瑰，很贵的，国外进口的。哟，看不知哦，不种花，还会叫这种花的品种哦？你是真六还是假六？和亲家。就没有知识得要有尝试，就没有尝试得要会看电视。你，哎，你们联络起来哦，要笑哦，没有水准是不是？有关键没水准，本人没意见。哎呀，粉粉嫩嫩，你们两个人啊，不要再瞎起哄了好不好？那束花啊，是我店里的，才不是什么波霸玫瑰嘞，我啊才不可能进那么高价的花、啊。可是真的很大朵哎，好像在电视上报道过的那种波霸玫瑰啊。对呀、啊，没错啊，真的啊，嗯，那我去看看哦。来，可以吃饭了，耶、yeah, ，是不是饿扁了？来，妈妈再给你。啊，谢谢。太冷啦。谢谢，乖。怎么啦？怎么了？妈，这个菜怎么是甜的？你是不是在玩整人游戏啊？妈，这束花不是我店里那束哎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哎，这进口玫瑰很贵哎。美柔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哎呦，对方真大方啊，送这么高级的玫瑰。美柔啊，你真的有男朋友啊？又有新的男朋友吗？没有啦，你们误会了，没有男朋友，这花是永刚送的。啊？妈，你说这束花是爸送你的？不用怀疑。你们相信吗？我今天一天里啊，亲眼看到你们爸爸两次哎。叔，你看到了永刚？他还跟我说了很多话呢。我知道你们想什么，我的脑筋很正常。其实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，电影《第六感生死恋》里面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，美柔啊，你就是工课哦，做了哦，伤超过啦，啊，伤过忝啊啦，咱毋是来去休困啦。对对对，我去给你冲杯热牛奶，定定神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你拿哦，
要去定型哦，都爱用温香才有好啦。行行行。哎呦，我没事嘛，你们不要这样。米楼啊，那他怎么了？我今天在厨房里面，他怪怪的，他是不是想爸？修斗修斗。哎呀，你不要乱讲啦。我想可能是今天对妈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啊，那所以她才会一直做错事，那一直做错事，那就我没同是我的气死你，点功德心都没有，搞什么嘛？你过来什么了？你看啊，难怪我那么久没收到信用卡账单了，全部被人家拆开以后撕掉，丢到垃圾桶里啦。还有一些信件也是一样啊。哎呀，是谁那么无聊抄人家信干嘛？这么没有功德心呐、啊！就是这种没有功德心的人啊，我一定要叫管理委员会把他给揪出来，改善我们的居住品质啊！人会安尼做，不一定有什么原因呐、啊。啊？什么爸？怎么听不？哎呀，小声一点嘛，爸！哎呀，这样才听得见啊！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啊，撕掉几封信又不是什么大事情。哎，你又没有什么损失，干嘛要去什么找管理委员会？说不定人家有什么苦衷呢？他怎么可能有苦衷啊？他这个明明就是心理变态！哎，这种没有道德感、没有公德心的人啊，这个完全是生的小孩，一定是没有屁眼的。随便你了，你要找管理委员会把他揪出来就揪出来，反正不关我的事，我睡觉去了，在这里看电视都没有自由。老公，老公，阿爸是怎么了？好像吃了炸药一样的。哎呀，那你是怎么了？你把倚天剑不要乱晃，好不好？哦哦。谁呀？叫醒他，他一定哦，很想永刚啦。你们哦，就让永刚哦多陪他一下嘛。永刚，你说过，每年今天都要跟我跳舞的，到底是不是你回来找我？如果是。为什么你不现身？我已经等了你八年了，整整八年了。